为佛造作浮屠僧房。有一长者意欲为佛做好房屋，不能得地，便于如来惊醒之处造一讲堂，堂开四门，后时命中生于天上，成天宫殿来供养佛，佛未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问言：今此天子以何业缘得生天宫？佛言：本在人中造佛讲堂，有始善因，命中升天，来至我所，感恩供养，从闻说法，获须陀洹。尔时舍卫国有一顾客远行商贾，生死不还，母养妻子，其子长大，父欲远去，祖母远，如父远去，生死不还，如莫远去，当于近处在世作祀，即奉其敕，便于世中坐于孤寺，而作念言：此诚人民，悉皆请佛，我今心造设意，亦当请于如来，便往请佛。佛来致意，而白佛言：我以此舍供养如来，自今以后入尘之时，洗手洗钵，恒向我舍，其后命中便升天上，来至佛所，佛会说法，得须陀洹。比丘问言：此天喜日以何业缘得生天上？佛言：本为人时，心作死舍，请佛着中，成此善业，今生于天，又于我所，闻法获报。他虽然他的母亲不要他去远地，叫他在市区做生意就好，他只好盖一个房子要做生意，听说人家都在供养佛，所以他也跟佛说：佛啊，以后你到市区来就来我家洗洗手也好啊，休息一下也。他并不是完全布施啊，他只是说佛如果来市区，就到我这边来洗手洗钵嘛，休息一下，那这样也种下升天之因啊。所以那同样的，各位你家里有空房间，你跟法师说：法师啊，只要你要经过我们这边就来睡我家啊，提供方便，那法师就不用去睡饭店了，多好啊。那虽然不是完全布施，也是升天的果报，所以我们也很感恩很多居士提供他们的房子做波罗蜜啊，做中心啊。沃人造僧方，欢喜而用施，感宫殿庄严，五欲皆具足。施屋得舍宅，宫殿即严厉，宝藏
悉盈满，众聚随所欲。不失乌市城，意欲诸美味，为神在所知，虚设随起飞。施与乌舍者，后世所指安，公馆诸所居，世事言具足。不施房舍的果报，如果受施者得其房舍后，办道修行，慈善济世，布施者未来便能上升天界，获得种种七宝宫殿，自然而有，以及五欲至五知天恶果报。所以各位，你现在都知道了，以前人不知道，我自己努力去赚钱，我才有福报。现在你懂了，我不用努力，我只要努力布施就好了，所以我努力布施帮助人读书，那我就聪明；我努力帮助人健康，那我就更健康健康。所以所谓布施，就是佛教所讲的法力。若以田地施，得花果流泉。若施以良田，得仓库盈溢。如比比丘者，个个随所欲，花果即清泉，爱与善安慰。若以园林施，常获圣妙果。一切所应应，心安无热闹，众人所爱乐，眷属悉具足。啊，你有土地借人家种菜，这个意思啦。像各位绝妙净业越盖越大，一定有人布施土地，对不对？才能够盖金色、盖佛堂啊！所以我们布施土地，让别人种田做好事，结果呢，你以后天生就具足这个功德，这是最聪明的啊！你不用自己去种田，因为你布施土地让人家种田，所以以后你生生世世富足啊，水果食物富足啊！你布施土地让人家盖医院。你生生世世不用进医院，身体健康啊！佛法教我们很智慧的方法。无怒人爱见，一切所会养，后生高长子，其师元素者。造册除众秽，后无便利患，身心常清净，见者莫不欢。原是离诸垢，究竟获大安。施乌舍者，离诸恐怖，得安隐乐。所以我们随喜所有护持悲愿讲堂故地，随喜所有在这个地球上帮忙盖佛教学院、佛教塔院、屋舍、厕所、洗澡间甚至有些真实布施地
有些出钱，这些我们都随喜赞叹。所以来，所谓布施者，必获其利益；若为乐故施，后必得安乐。随喜以弃，当愿众生所作皆办，具足佛法。现世者，业障消除，福报无量；往生者，升天生净土，同成佛道。戴亚他，班赞者呀，阿瓦波达，那耶梭哈。所以各位呢，不管你到中台山，你到法鼓山，哦，你都要随喜随喜啊！一定很多人布施钱，布施土地啊，布施种种啊，有些布施庄严，所以才有这么好的道场啊。这些我们都随喜，那这样呢，对你帮助很大。那你自己呢，尽力就好了，尽力就好，也不用勉强，也不要兼贪。你刚好有一片小小的土地，那就拿来布施，做烟供嘛，不然养蚯蚓嘛。如果能够盖金色，那就盖嘛。再不行，盖个小佛塔，对不对？你家的土地有个小佛塔，人家绕来绕去多好。有些呢，盖个可以点灯的地方。人家去上班，20个人可以到你家这一块来点灯，多好。因为你在一楼嘛。那我想各有各的因缘，尽量做就好了。内心平静，心欢喜，清净执着欲往心，寻求心灵光明处，生命电视照亮您。各位，阿弥陀佛，佛陀要我们看到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本来就是平平静静的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慈悲的。但是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心，执着的欲望，恨某一个人，很烦恼，那你的心就乱掉了，你的生命就黑暗了。所以各位一定要经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你会看到你的心，你会找到佛陀，你会找到生命的力量，找到慈悲。阿弥陀佛。话拨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电视高雄慈悲道场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佛前大供，恭请湛乐法师主法。日期2月29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，下午1点半礼拜慈悲地藏宝忏暨护生。地点高雄慈悲道场，地址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27号3楼。联络电话高雄慈悲道场0731116566。0731116566，法会现场便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大家好，我是药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黄金顺。社区药局以武汉肺炎全民防疫期间，主动配合防疫工作，协助口罩发放，提醒民众一定要携带健保卡，外籍人士可凭居留证购买，每张健保卡每次可购买成人口罩2片，12岁以下儿童健保卡可依需求选择儿童口罩4片或成人口罩2片，购买前请先告知药师，7天内不能重复购买。社区药局与防疫人员共同站在防疫第一线，全力配合武汉肺炎防疫工作，请民众体谅药师的辛劳，给药师一个微笑。觉照您的佛性般若，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